什么？给我来一个蒜泥小龙虾，快点。好嘞，食神归位。喂，好了没有？先生，您刚下班，稍等啊，马上做。快点，快点，我赶时间。食神归位。好了吗？马上就好，您稍等哈。食还蹭什么呢？慢吞吞的，还食神呢？您要的蒜泥龙虾，这怎么吃啊？也没汤水，也没什么的。吃，这也没熟啊。这个爹，你给我弄熟的机会了吗？我不管。今天不把老子伺候舒服了，你这店就别想开了。都是我不对，您慢慢做，我可以等。